欢迎回到台南吃货日常，我是艾斯威。我今天一样来那个新营，发掘看有没有其他好吃的美食。我在那个社团里面啊，问过有人说有一根热狗板超厉害，是哇厉害啊那样。哦，他听说他的热狗超长哦，比美国的赛事还长，你再看我30公分啊那样吧。如果有的话，哦，就跟我的赛事差不多了嘞，嘿嘿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来试试看啊 ！Go！ 所以买到了，靠，这个超浮夸的哎，这舒寒啊！你看这，这体师傅，真的，而且我这个正常男生一口也咬不下去哦，这要怎么吃啊？太夸张了啦！哎，这面包超大的，等一下里面有洋葱、生菜哦。吃一口看看啊，哦，里的肉酱就浮夸了。我想用他煮的起司片啊，还另外用那个起司酱，有没有再煮过？哦，超满足的，太夸张了啦。哎，我真的咬不到热狗，我直接把它抽起来咬。哦，你看它横切面。超级厚，而且它热狗是本来就有点调味的，还不错哎。哎，这个如果女生来吃，吃一个就饱了。可我刚才吃太多东西了，我就把它吃完了。我们再来吃看这个熏鸡口味的，等等，先吃看熏鸡，嗯，还不错哎。我们挑战看，可不可以一口把它咬下去？这太难咬了吧！哦，嗯，哎，它上面这个啊，就是那个蜂蜜芥末嘞，不告理哎。可两个加起来啊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的起司那种，嗯。OK， 如果喜欢的话，来试试看。我觉得今天我们只有试两个口味啊，它的口味其实蛮多的，而且它那么大一份啊，一个才75-80块而已，其实还蛮划算的。如果你在新营啊，它有提供外送的服务。好，最后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第一个按赞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忘记我们下一支影片的见哦。拜拜。